张文那个那个法人没去找，还找那个调解吧。找他这种谈，他不会。他说蛋他不能啊，说腰什么东西，那我来给你开进去是。说我就蛋，说你蛋是朝上的，口朝上拍不掉啊，有点。啊。顶小顶的，不是我说一个他是干猪的，猪的，承受不了。